公司批咗我个试产假，咁我就有多啲时间照顾你哋啦。有多几架洗手间就好啦。唔知有冇我哋可以一齐入去嘅育婴室咧？男同女有唔同嘅观点同需要，大家不妨喺日常生活应用性别主流化嘅概念，从女性同男性嘅角度谂多一步，使两性都可以享有更多机会同权益。